Bu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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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m. Bum. 何总管，祠堂镖如数送来，不知贵宝号是否清点完毕？哈哈哈，有两坛破损，但数目无误，我这就对钱给。且慢，老何，你先下去。你先下去。哎呀，来了个新的姑娘。<笑>老板，原来这人就是老板。 他身旁这两人不知是何方神圣，男的面色阴沉，女的却又一脸笑嘻嘻的模样，看起来不像是水井房的人。摔破了两坛，小米香可这如何是好？张老板，我们在途中遇到了关马寨的山贼，所幸物品并未被夺走。虽然有两个酒坛子损坏，张清新。 原本说好要完好无缺交货的，现在你自己说说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小的也不知道，这女子是谁？为何在水井房直呼张老板全名？张老板不断的冷汗，这里头的东西，你们都瞧见了？里头的东西，他指的是水井房以葡萄酒名义发标的货物，也就是这项东西，不对。 黄瓜，刚才我也看见了。里头的东西，他指的是水井房，不对，小金佛。里头的东西，他指的是水井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怪草。看着女人神秘兮兮的样子，难不成这草？哼，不过是味道难闻的怪草，从运酒变运草，跟当初说的不一样，标利也该重算吧。四师弟，不得无礼。这样吧，张老板。 你说说这几个酒坛子值多少，我们照价从标里中扣去便是。我这那可不行。有什么不行的？那可不行。那就不能让你们活着回去了。哎，作为卖仔茶，你们自己运气不好。<笑>景四哥，小心！啊，四哥，这是什么速度？看得见起手势。 却根本来不及闪躲。师弟，你睁开眼睛啊，师弟！他没气了。四哥被一刀劈死了，四哥。张老板，今日这事要是不解释清楚，我开封镖局和你没完没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这胖子和老鼠一样胆小，真是无趣。三头可可，你们就不同了。 你这疯婆子，景四哥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可恶，大伙上啊，给景兄弟报仇！哈哈哈，太好玩了，他们一起上正合我意。杀！你可别插手，我要好好享受享受。云乐，别把人全杀光了，留一些人带回去试试药性。是什么药性？他们在讨论什么？ 这枚姐姐不正要去东阳村抓人吗？这些人都会武功，就留给我玩嘛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就杀得干净些，别玩过头了。<笑>知道。这女人简直是怪物，简直是怪物！开封镖局的高手，竟如孩童般被耍着玩。 实在是太好玩了，人肉庄子果然比木头庄子看起来顺手多了。云乐，别玩了，赶快把事情解决。<笑>人家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吗？想要玩酒点也不成。胖安，夏大哥，他又要动手了。你这疯婆子，套路被我看穿了吧？这小子的武功，莫非是？ 下一招我要尽全力了，你们要乖乖死掉哦。<笑>下辈子记得武功要练强一点呀。严乐，住手！你干嘛阻止我？夏大哥，君子报仇，十年未晚，趁现在快跑！起飞！你不是要我清理干净吗？为何要拦着我？那个少年可不能让你杀了。为什么不行？放走小老鼠。
他会带我们找到老鼠。啊，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梁仁浩。夏大哥，梁仁浩，方才那两人，女的招式诡异，男的全身披甲，我看也不好对付。可恶，四师弟他，此仇先欠着，他日必定奉还。夏大哥，你还得活着回去。说得对，此仇必报。我们分头逃跑，让他追不到人。若能平安无事，我们开封镖局再见。好，那你自个儿也小心点。刚才的事我们都看到了，这里有咱们断后，弟兄们，该是我们报恩的时候了，一起挡住那疯婆娘。你们是我在小溪村时放跑的山贼？仿身白熊。你们真的要为那点小恩惠赌上性命？你别管这么多了，先说好，这次之后咱们两不相欠。多谢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他们的目标是知道怪草的人，应该不会太为难其他人吧。希望夏大哥能平安逃走，我也得赶紧回去找臭老头。撤退啦。西父杰奇哈特，感谢。要找到小厅堂里的这个，哎，原来这个就是小厅堂。Boy Tom 零三，感谢。气凝天灵，这是什么？二流那个字超难念的，而下四江水状。轻快，开窍了。银瓶梅，如意娘传，隔木花影，白浪石。啥意义啊？目前，沈娘的字条，茶几很值得调查呢。这边现在有一个小解谜，是吧？敲敲我的边缘，不可多得的好剑，为了收藏。名侦探文盲，哎，你这人好面生，你是来找谁的吗？你拿出刀子做什么？里面的人快逃啊！啊，杜建哥哥。
哎呦，我靠，这么屌！夏大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他双眼无神，僵尸下声音恍若未闻。就是僵尸模式啊，夏大哥，夏大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夏大哥的功力比运转是更强了。哎呀，龙撒开！沈娘，我沈娘一个从天而降的掌法，竟然瞒着我这么多年，而且沈娘身手利落，完全不输师父那臭老头。沈娘，别伤了他。放心，他只是昏过去罢了。帮我将他扶至床上吧。我刚好经过附近，听到杜建大喊便赶来了，幸好有赶上。风儿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为什么叫风儿啊？我是沙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先前去运酒时，发现酒商走私草药，整趟镖队遭人灭口。这位夏大哥就是当初和我一起逃出来的，我原以为他逃走了，却不知为何又出现在此，而且还完全认不得人。嗯，沈娘，你不只会武功，还会医术啊。不知沈娘是太过专心看着夏大哥，还是不想提往事。风儿，你确定他不是跟你结仇才攻击你吗？肯定不是，夏大哥个性敦厚，根本没有理由攻击我。他现在这样反倒像是疯了一样，况且镖局死了这么多人，他原该回镖局才对，不知为何会出现在此。那我猜想他这症状或许是中毒了。中毒？他内力运行的方式极为诡异，感觉像是要一口气把所有内力耗尽似的。我刚对付他，发现他似乎也感不到疼痛，从这些症状来看，他极有可能是中了三生三死饮之毒啊。三生三死饮？那是什么？哼，你没听过也是正常的，我也是小时候听我师父说过，从前有个药王一族，他们世代皆饮用药草，对各种药可以说是如数家珍。百年前他们企图称霸江湖，提炼出一种极为阴险的药，就是三生三死饮。当时许多人被下了三生三死饮，心智被操弄，师徒反目，父子对砍，夫妻互杀，诸如此类层出不穷，酿成无数悲剧。药王一族后被各大门派群起围攻，几乎灭门，残余的药王族人隐居山谷，直至十年前灭门才不复存在。三生三死还在喝三生三死饮呢、啊？那你要喝我们氧气人参饮吗？看到这传说中的禁药，还不买个礼盒来孝敬孝敬我？此药号称一饮丧志，长眠不醒，再饮失神，六亲不认，三饮丢魂，唯命是从。这禁药可怕之处在于它能操控人心，凡是饮此药的皆会丧失自我。你是说夏大？不错，对方能做出传说中的禁药，我只能看出这三生三死饮含有一品红和赤血石的成分。最有可能操纵夏大哥的人便是刚刚那对狗男女，不知他们走私的药草是否真与这三生三死饮有关。不是这个，之前运酒。沈娘，不错，这就是一品红。据说一品红生长在干燥炎热之处，在中原极为少见。凤儿，你这一品红是打哪来的？这就是我方才提到的走私药草，我趁人不注意藏了一些。且慢，你说他们走私了多少一品红？满满一整辆马车都是。这一品红药性强烈，只需要一株草就能炼取毒液，根本无需这么多。什么？不管他们在计划什么。可恶，目前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，只能从三生三死饮的成分。一品红的话还可以去找走私的开封酒商水井房那边探查。此二物极少在江湖出现，一品红暂且不提，但这杭州大福叔才刚娶娇妻，他最近在那边新开了打铁铺，所以比较常待在那儿。他们苏家好极了，三生三死饮的药方。沈娘，这事儿
或许你师父没与你提过。第一次见到沈，我与梁仁浩曾经是同门师兄妹。那我不就要改口叫师叔了？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羽苍派也早已解散。若不是那时我有两个师兄，其一便是你师父梁仁浩，而另一位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与你师父理念不合而离开羽苍派，这事儿也间接地导致了羽苍派的解散。沈娘会提这个，莫非是的，你的这位师叔离开玉苍派后从此下落不明。我也是多年前才得知他加入了一个神秘组织，这个组织表面劝人向善，但私底下似在酝酿什么阴谋，而江湖上知道一品红的人少之又少，有取得渠道的人更是屈指可数。管理中心报告。而好巧不巧，我这师叔就是有取得一品红渠道的其中一人。正是。看来我这师叔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啊。其实也不尽然，有些事儿是要你自己的眼睛去下定论的，是好人是坏人。唉，若可以的话，这三生三死影至今尚无解法，我先让他睡一阵子。得找地方避风头啊。不好，我们快走。你想到什么了？方才顾着担心夏大哥的状况，反倒忘记一事。夏大哥被人操控后，我感受到了，又来到小西村，并不是巧合。我曾告知夏大哥小西村的事，他们操纵夏大哥就是要来将我这知情者灭口。不错，我们快走。现在要走只怕太迟了。是谁？让我们找你找好久，坏孩子就要打屁股。李妹，没想到还能听到你替我说话。这家伙就是我另一位师叔。雀苍鹰，加入魔尼教后，你还多学会了偷听别人讲话的习惯吗？原来沈娘说的神秘组织就是魔尼教。嘻嘻嘻嘻，误会他了。要不是小苍苍执意要先确认附近有无其他高手，我可是想早点进来的呢。李妹，没想到师父才讲过一次，你竟然能认出三生三死引。教主下令，凡是知情者都必须灭口，但如果你能加入魔尼教的话，说不定此事尚有转机。哼，要我加入魔尼教那是休想。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？执迷不悟的人是你。你们制作三生三死影，屠杀无辜民众，操纵善良百姓，你以为你这样做仙儿就会高兴了吗？弱小的人是没有资格守护别人的，我当初保护不了他，就是因为我还太弱了。他看起来很悲痛，可是他刚刚的例会在笑。你刚摸自己的名字。但现在我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，以后就只有我欺人，绝不容人欺我。你有再多力量，只有我欺人，也会再不容人欺我。看来以前是瘦了。我知道他再也回不来了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我自己。雀苍鹰，快醒醒吧，你只是被魔尼教利用罢了。我替教主办事，成为魔尼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，本为互利关系。李妹，我再问最后一次，你真的不打算加入魔尼教？只要你点头，我担保你成为魔尼九使。魔尼九使听起来太强了吧？那我要加入。绝不。那就休怪我不念当年情分了。沈娘，我来助你。小子，你的对手在这里。敌人处于防御下，一般无法防御，只是若使用破防攻击的招式，不但能突破防御，还能将人击倒。我会吧。
来吧，严乐，让我们痛快一战。疯婆子，小心别把命玩掉了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小毒蛇，卡住了。没闪过。你为什么要打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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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招吧！小毒蛇。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不要离我这么远啊！哎，这角色人设真是讨人厌。哎，我看不到他哎。让我砍一刀吗？嘿，很快就结束了。有机可乘。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他台词也太少了吧！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不是啊，大哥台词有够少的啦。让我砍一刀吗？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为什么他可以防御屁股？人设超级丑，结束了。这张有点痛哦，好痛啊！别走开嘛，再不出招，就算我过去了。这疯婆子怎么一下哭一下笑啊？真的，这疯婆子，你赶紧去报警娘。角色会自己吐槽里面其实蛮好的，这疯婆子真的一下哭一下笑。我上个厕所。真的是妈疯婆子。哦，爽！师娘，这里交给我，你别过来。小心！师娘，师娘，一寸长一寸强啊，师娘。香儿，香儿。你最喜欢的李姐要去陪你了。你徒手打长枪干嘛，根本送头啊，神呀。
等一下又可以从会飞的龙船上面飞下来，再打一把啦！啊，我这场死了就去陪你，你先观战。风儿，我一直把你当儿子。师娘，你先别说话，我帮你止血。小狗子和小狮子，就麻烦你了。师娘，你别死啊！师娘，小子，刚刚黎妹交给你什么？切苍蝇，还我的婶娘来！不必急，你马上就能见到她。血苍蝇，我要你的命！不是啊，苍蝇啊，苍蝇有枪啊！你有看到那枪有多恐怖吗？凭你！雕虫小技！苍蝇，等一下，苍蝇，你他妈拿着枪，我真的是打不赢的。我不能，我不能。凭你也不能开这招吗？让我见识一下有多少斤。哎，强音啊，给我一把枪，我已经打了你啊。这是我的厉害。苍蝇，你不能这样跟我打。你能躲过这一击吗？让我见识一下有多少斤。这边好像必输的。瞧你说这摆出的。开这招吗？你都要在必输啊。到最后还是抵不过他们，看来是无法替沈娘报仇了。我还以为师妹必定是把玉佩给了这小子，没想到竟然只是颗石头。那石头就留给你们当陪葬吧，当成我最后的慈悲。可恶，身体动不了了。想不到师妹也会搞这种无聊把戏，亏我们还利用镖局的镖师引路，想不到还是白忙一场。眼皮好沉重。这镖师刚刚的动作还是有所迟疑，看来这三生三死引还很不稳定。走吧，严乐。人家是严哀了，你每次都认错人。这疯婆娘怎么又哭又笑的？看来是严乐刚打输了，所以才让喜怒哀乐中的哀性格出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幸好不是严怒。怎么办？没有问出玉佩的下落，就把这小子杀了，这下要被教主责怪了。别担心，梁仁浩为了替心爱的徒弟报仇，就会自己现身的。要是他没来呢？他绝对会来的，只要他还是一代大侠梁仁浩。我才是一代大侠鲁文盲啊！臭小子，叫你去买个东西，你买到树上睡觉去了。早买好了，沈娘，你也到了记不住事的年纪了。感情我这么多年养出只贫嘴的白眼狼啊，你叫我怎么？哈，以我的能耐，绝对不会放着你和那两个小子穷困潦倒的。沈娘，你就放一百个心吧。你才失智，你全家都失智，把我和小狮子的梨还来，把梨还来。小狗子，小狮子，你们这话就不对了，我全家不就是你全家吗？哎，你们呐，都说了少跟他学那些有的没的，要是长大以后都变成他那样，该如何是好？像我这么聪明机智的男子汉有什么不好的？这样沈娘才不用担心孤苦无依啊。也许是吧，但那也要你沈娘活得到那时候才行哦。你是，对了，是你。别走，你别走，把沈娘还来啊！养气凝神，切勿妄动。是谁？
我姿势看起来超猥亵的啦。这里是哪里？刚才是谁在说话？沈娘，全是我身上的。世上竟有这等奇事！沈娘，有人发病了。沈娘来到了王宫山啊！沈娘，这里真是仙气弥漫。您是仙人？小飞象，感觉老朽可不记得自己哪时成为仙人了。常人，所以我还活着。既然如此，我得去替沈娘报仇。但好疼！以你现在这副身子，要如何报仇？替我疗伤？这老前辈虽看似古怪，倒不像是什么恶人。闭目明心坐，卧固静思神，叩齿三十六，双手抱昆仑，回摆摇天柱，赤龙搅水金，琴行无间断，万极化为尘。老前辈在念什么？从他掌心传来一股暖意，通达全身经脉，伤口似乎渐渐不痛了。你先别起身，保持现在的姿态，持续运行内力，伤口看似愈合，但脏腑依旧伤重未愈。老前辈，你似乎知道我是谁。你小时候我们曾有一面之缘，但那时你年纪尚幼，又身受重伤，自然不记得了。多谢老前辈相助，只是你我素昧平生，为何您要再次相救？此乃天命所天。老朽问你，你此刻最想做的事情为何？报仇。我要替沈娘、景四哥还有其他冤死的开封镖局的人向魔尼教报仇。你要如何报仇？把他们全杀了？不，那魔尼教企图制作三生三死饮，只要能阻止他们的计划，就是最好的报仇。魔尼教主乃是后周皇室血脉，他企图用三生三死饮来操控人心，令天下大乱，好匡复后周。摩尼教势力庞大，基础甚稳，只待时机成熟，就会把大宋这块巨石碾碎。你一介平凡少年，凭什么觉得以一己之力？老前辈，不是我有没有能力，而是我非复仇不可。只要杀害沈娘的人还活着，我就永远不会放过他们。如此重情重义，十年前重情重义，我在你体内灌输了愈合之术。我要学，我要学。老朽一直在寻觅这绝世武功的传人，谁给我拼盘棋士？但大多数人无法承受这。能得此绝学，一报血海深仇，就算折寿，亦在所不惜。好，既然。老前辈，我已经照您说的在这里处三天了，请问除了背诵心，养气凝神，切勿妄动。你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什么都不做。那不就跟我平常做的事情一样吗？这样子我应该也会吧。又是养气凝神，切勿妄动，这八字真言
我都听了几百遍了。照你这样子，怕是还得再听上千遍万遍。这老头该不会是在耍我吧？可恶！但要是他传授的真是神功，现在放弃岂不可惜？若因为急躁……我懂了，他知我一心报仇，担心我气急攻心走火入魔，才会以此方式提醒我静下心。灵活运用脑袋，变通法子达成目的是我的长处，要是被心魔所困，无法全力发挥。老前辈，谢谢您的指教，我已经冷静下来了。嗨，领悟。是否准备好进行下一步？确实有股奇妙的内力在体内流动，残存的疼痛也随之减轻了。很好，这就是老朽的绝学，睡仙大法。睡仙大法，看来我也会啊。睡仙大法，这套心法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只要能达到心源归一，静如止水，即使身处激烈的战斗中，以逸待劳这件事我太拿手了。这睡仙大法似乎如同为我量身打造一般。您刚刚说我已经掌握第一阶段，既然是睡仙大法，这第二步自然是就地躺下睡一觉，以静全功。哇，这个就比较难学了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就地躺下睡一觉。我还以为又要悟些什么大道理，结果只要睡一觉，这老前辈看起来高深莫测，他所创造的心法。放心，老朽不会害你，按老朽说的做，一觉起来保证功成。那我就失礼了。记好心法。朦胧中我看见沈娘在昏黄烛光下缝补衣服的身影，一瞬间我又来到了开封的桥前酒摊，和景四哥把酒言欢，谈天说地。我试着抓住他们，他们却化为泡影，转瞬飘散而去。奇妙的是，满腔的悲愤并未使我怒发冲冠，反而化作一股热浪，沿着我全身的经脉奔流起来。这股热浪越是循环，我体内力量越是源源而生。或许这就是化悲愤为力量，与伤痛共存的方式。化悲愤为力量，我气。这一觉起来，我身上每一寸血肉，如今已经学会了愈合之术。多谢老前辈提点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请受徒儿一拜。此生有其时，知命令不忧，天道攸归处，顺应反自然。这神功可救人，也可害人。老前辈，我明白，我这就出发。再会了，老前辈。你就是天命所选中之人。我知我知，名侦探鲁文嘛。不是啊，名侦探文嘛。这天地之大，宇宙一品红，肯定跟水井房脱不了干系。赤气石，沈娘说过，东阳村在洛阳附近，却苍鹰曾提。我还得抽空回小西村一趟，沈娘不在了，小石子小狗子应该先去哪里才好？先去找找我们大福叔吧。前往大福叔，风云突变任务完成。王屋山，杭州小西村啊。哎，莫咪教徒又出现了。闻到的东西就让人昏迷，没有哎。哇，看来我要得到关键道具我才可以进去。
长虹剑。好吧，咱们先前往杭州啦。断肠宝剑，现在是不是进不去啊？杭州也是很大的。睡仙大法，十秒内不攻击且不遭受攻击，恢复3%生命值，好少。内劲与护体都会有显著的提升。JK1092，感谢，好像不错。耶、yeah, ，显著的提升，还好我存了很多啊。五阶。离第三阶是吧？这么刚好，我就是很离呢。哎，才按错了。哇，没有点数了。这么巧啊，波比，我就是还蛮离的呢。看一下他第二阶是什么，15%不消耗物品，感觉没什么意义啊。钱，生命值有关，可是我觉得生命值很高哎、欸，应该没有必要吧。最大生命值上升140，与时俱进，每成长一层八卦，最大伤先生命上升0.38%。哦。欸，我有48点，想要先点点什么来说。天地否，内力，我都在点离的。警觉的象征，警觉是加什么？降低受到的伤害值。战斗时可回避一次致命伤害，使用长柄武器时受到伤害加上15%，可回避一次致命伤害，感觉蛮强的，就不会突然之间被人家操翻了。加点血量好了。哇，不足了，等一下让他升个第一阶，心法也没了，武学也没有长柄武学，好想学个长柄武学。他游戏是不是就最多三个啊？就是每一个都要是最多三个，所以总共就是12个武学可以用而已，这样会比较好记一点。发喽！师祖又见面了，哇，这些容器全部击破是吧？
婆婆妈妈。打破全部这个其实蛮麻烦的，这个有攻略对地图就很方便了。这什么棺材区是不是？藏墨三派的圣地之中，大哥，我今天离职变成无业幽民了，给你钱。无业幽民，加油加油！马季是某货行理事杂货衙门前啊，货行杂货衙门前，哎，新的妹妹哦。行行货获得新传闻，请请西湖龙井茶，买一个好了。打破坛子要紧。我眼里就只有夏美你啊，怎么没有下流啊？又分春香常客，哦，原来这边算是这个品花院。爆梗，桃子雪曲酒，
喂，不用，不能上楼哎。哇，我可以瞎鸡巴乱翻乱用，好爽。这是不是很欠揍啊？哦，危险。赵雷阳，雷阳，死团打我！打！雷阳，敢打我？雷阳，敢打我？拿命来！没闪过，拿命来！让我来试试。敢打我？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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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闪过，雷阳，敢打我？拿命来！杀！来呀！杀！打我！杀呀！敢打我？没闪过！来呀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！杀！来呀！敢打我？敢打我？四疼！太大意了！杀！杀！四疼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！四疼！轻点！四疼，轻点。四疼，轻点。哎呀，疼，轻点。小事身手罢了。None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对，这边在干嘛？甩手啊！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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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特别慢啊，再混嘛。王秀才，遥指学曲，爹斯，感谢。银块，嘿，老酒客。愁酒不足啊，哎，前找了影子内卫之事。影子内卫断刀，别难过啦。
不知道那个乞丐有没有类似的事件可以讲。你是不是要欠揍啦？同修煞。没闪过，可恶，没闪过，嘿，可恶，没闪过。那个二超难用的，我觉得。功力又更精进了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继续修我的心法。满等应该可以五秒内吧。哦，连续五秒内启动 DS， 伤害增加10%。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用吧。我觉得还是先带我们江流诀好了。未来再找个机会啊！瘦瘦，哎，又看到人欠揍了。离光图啊，球魔行雷，重雷装巡洋剑五关键，感谢。咱们来点，哎呦！打我！太大意了！哎呦！敢打我！有机可乘！哎呦！敢打我！哎，敢打我！一点多大一点？没闪过！没闪过！我操！死对了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，好像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先放着。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，死！感觉功力又死。慈善比武大会，气无彩的庄玉郎啊，和色无友的禽兽，醉无道，色无友还蛮不错的嘛。先探探口风是吧？嘿嘿嘿，哎，大富啊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大富，你害死我婶娘，我让你偿命。鸡蛋怕虫，
么便宜，好，我买了。都很丑。哎，女侠女侠，抱歉，女侠女侠有话好说啊。可恶，没闪过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接招吧。哇，女侠好痛啊，女侠。女侠，我在那边跑一阵子、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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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这里有一套睡仙大法，不如就先让我发动个几下吧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啊！哎，大不了不笑不走路啊！怎么样啊，女侠？凭你敌得过我睡仙大法吗？只要70秒，我就可以回620滴血。女侠可以啦，女侠行行好吧，女侠一点都大意不得。没有必要啊，女侠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！哇、哦啊，女侠很痛啊，女侠不贪了，不贪了。柯文哲大概就是这样被各党追杀的吧？不太像吧？柯文哲又没有在睡。柯文哲做事情可多啦，可不像我。我鲁文盲，生平无大志，只想要一直跑。哦，一点多大意不得。嘿，捞到了蛮多血的，赚。哦，一点多大意不得。哦，女侠，算了吧，女侠，我有睡仙大法，你怎么跟我斗啊？女侠，我一个旋流，一个激流啊！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我流转的运命呢、啊？一点多大意不得。哈！瞧你破绽百出的。哦，女侠，行啊，女侠。女侠，算了吧，长这么丑还跟我唧唧歪歪。啊，你见识我的厉害！哎，有机可乘。呵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瞧你破绽百出的。呵，妈妈过来吧。87。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哎，哼，哎，有机可乘。呵。太大意了，太大意了，让你见识沧江派真正的精髓。沧江派真正的精髓。哦，一点都大意不得，没有任何人能挡下这一招。乖乖躺下吧，乖乖躺下吧。哼，小事身手罢了。嘿嘿嘿，好强，可恶。乖乖躺下吧。
区三个女子啊，我倡导两性平权啊，要打三打一都没问题啊。陈年高粱酒，哎，我又看到很欠揍了，存档欠揍法。而这游戏其实没有练功，哎，它练会加修炼点数，但是没有那个，并没有经验值的设计。哎，有机可乘，破！哎呦，打我！太大意了！哎呦，打我！可恶，没闪过！打！太大意了！哎呀！打我！可恶，没闪过！哎呀！敢打我！敢打我！谁知道反抗我的下场？敢打我！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！可恶，没闪过！哎，有机可乘！哎，打！可恶，没闪过！哎呀，疼！轻点！哎呀，疼！轻点！太大意了！这也疼，轻点！哼，这也疼，轻点！哼，嘿，兄弟，给我报仇啊！我兄弟，你兄弟死光了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见义勇为，打败十次地痞流氓。杀！杂货铺啊，衙门前儿。跟一个什么、啊、这个